来哦，剪理完之后，哦，我们这边哦要慢慢把它下水哦。我们就是香菇的话，就香菇区，然后会分散一下。开始，来，这边杀起来行不？我们大概哦，水炒焦，会把它粘一些。我们要给它粘在那个角啊，香菇区的遐那个所在，哦，粘在那边。香菇区啊，你算这个无？你算这个部分，就是啥水草椒一定爱开，你知道？哦，这个是生水草缸的一个，生的啥海水缸一个闭管，我们要把它放在那里。来，希望能顺利。到，完全粘不掉啊！哦，重新调整，赶快进去。其实主要就是，互伊一个所在互调的就好啊。对，安尼就会使。哦，互伊袂安尼随讲安尼随流落去就会当。好，这样就完成一颗啦。咱们继续哦。我这肺片分几啊支啊，我趁一下流量的。啊，即马就是讲，即马即丸哦，即丸即毋知叫啥物事啊。啊，即伊有诶毋知是爱有强光啊，无强光有哦。这一颗的话，我看把它放在那个地方好了。哦，咱先看，我伫遮，我就感觉应该是爱强光啊。我个诶，啊这毋免粘啦，这个不用粘。还是要粘一下较好，我就干脆卖粘好了。我就觉得不要粘了，有的时候放一下可以移动。但是这小个形状都崎岖的，怎么办呢？啊，放下倒啊，有鱼撞到再讲好不好？看放只敢有水。好，这一颗，我是觉得，我是感觉这粒那敢那放只较顺呢，因为我家己感觉，感觉这个物件可能是需要强光的，是毋知，你看种搞袂调，哦，有我调的，但是这个角度无好看，臭吧，我确定要粘你啊，我来放只嘞，啊，放只，直接放只就好啊，妈的，这一颗怎么那么难放啊？这条是到底是啥小呢？这歹坑啦！哦，安好。哦，这一颗没有干你啊！操！我、哦、妈的，不粘不行哦，有够肚烂的。这个无粘袂使，啊这个凊彩啦，找一个所在。哦，这个不粘不行。想讲要伊安尼，看迄条毋免粘，讲我咧假搞，让他。趴在哪边呢？搞你这，竖嘞，我竖嘞，好啊。竖嘞，好竖嘞，这就是糖果脑一块的，反正。输了啦，好了，暂时先这样啊，再来哦。今嘛要来粘这個，哦，这个部分，我爱这我，这一这已经夹到这啊哦，我们要把它，哦，种在树上，哦，这样，哦，吊在遐，
无好念啦。哦，好，开始啦。唔知道成功无？这个连这个真的这困难度足悬的哦。这困难度足悬的，哎呦，喷了青梅，恁老师的。好。好，伫遮。麦打烧光啦，烧懒觉呢。非常之歹念的物件哦。应该那个理由呢？成功啊！哦，同种类都粘上去。来，上面就是同种类，是啊，这一颗我，伊就抓肉底下，好、哦、啊，所以这边，我们就要把它弄得非常的。哦，多这个水草胶啊呢，我拍嘞，等一下就要肉在那边，唔知肉会顺无嘛，唔知影，哦，就抓这个角度上去，我忘记这拍这就拍拍啊，但是就做什么像什么哦，来哦。拜托了哟！输啊！我要把它摇一摇。有钓的不？好像有、哦，有哦，有，会使。哦，有了。就是那个凸点哦，凸点你要把它弄好，会 OK。啊，那一颗八爪是做活动的，赞哦！来，再来的话，这一颗我想我放在遐好啊，因为这是起来青青安尼嘛。啊，这个部分我们放其他的大东西哦。啊，唔知是爱强挂嘛，唔知哦。然后这个就是。大概哦，点一角，我给点一卡，哦，点一卡，这水草胶这就是啥，爱靠经验。好，弄好之后，哦，那个地方啊，你就是爱去啊，磨的安尼，我配上去。啊，这唔知爱。做者光诶，我唔知啦。如果说不行的话，我们再把它移位置就好。我安尼个甩甩安尼，后来应该它就黏住了。黏袂掉，配不掉。干什么东西？我是感觉这个可能爱强光，这个夜宵我看我放这就好。更换战斗位置，放这是有啥歹的？放这有啥歹？但是我感觉无多。好，安尼好，安尼好，哦，水，这个就漂亮了，屌的啊，真赞。外口外扫外，敲敲扫光扫光。来，接下来重头戏，这个大料到底唔知要放对？我看下这个那么大颗哦，这个基本上这个就不建议粘的了。啊，我知怎直接甲盖伫遐就好啊，好配咧，配伫一角，来站成配咧，煞配，啊这唔知爱强光嘛，唔知，哦，就直接这样把它盖上去，那安全帽那个底了，底伫遮。哦，要修嘞！
治袂着，治明呢？啊，治明会使。看敢那，那无啥水，无啥水个。还佫有抓到，光还算失败。我想来囥伊遐啦，啊囥遮嘞，这毋知强光无？诶，使哦。我是感觉这种物件应该强，应该是要强光，我觉得。啊，遮好。有没有？好，好。感觉两坨有点奇怪，这毋知影强个光啊啥，啊囥遮阁足奇怪。啊，电灯关掉看看，会安尼使？好，先这样。这一颗结案，后来这一颗也是移来这边看比较顺。好，继续哦，换这个荧光的一种花环。我要把它吸那个山壁给它生起、哦、所以这边就是把它弄一坨、哦、在这里应该是啊，应该是用下脚、哦、用下脚这样、哦、这样它要给它翘翘竖在山壁、哦、这样翘翘竖在山壁我会竖的对，让它数嘞，哎、欸，它、啊、这个这边数嘞，不好数哦，哦，手甲抹落，哎、欸，数啊，失败。用手压进去好了，硬让它拉住。数字靠数字失败。无紧啦，安尼嘛会动啦。有安尼，伊还佫有一个空间的嘛。哦，真歹用。再来这个圣诞树的部分吼、哦，这什么绿色什么瑞穗这，我是感觉这凊彩佮囥会倒来哦。圣诞树区就是放这边哦，所以我是感觉这丛吼、哦，我们可以把它摆来这边，以这石头个做显的嘛，哦，啊，这加温器、加温棒啊，放阿边啊，大概是啊，放这边好了啦。哎呀，我是觉得这样可以的，伊也是，把它放伫树啊，管顶，互伊生有哦。哎呦，安尼嘛水呢，我看嘛，伊即摆生起来，伊会去甲海葵掠着。啊，你也放遮咧，啊，放遮会使。我先放看卖。哦，你也甲放伫遮，伊是安尼粗起来嘛。哦，这边把它粘在这样的话，诶、欸，好像不错哦。啊，遮咧，直接甲啊，直接放咧就好啦，靠腰啊，突然着啊，这个没有用的这个山石啊，甲撒起来，看来较袂遐歹。我记得坑在顺顺的，好，这个绿色稻穗我是觉得放这样，伊即马生咧，当刷来刷去，哦，我是觉得这个就不用粘了，因为你安尼只是咪趴起规拢是，啊不就是粘你一角啊，我是觉得粘在那一角啊，我知啊，啊，这空甲坑下头，哦，完全一模一样，安尼调得啊。我是觉得这个稍微黏一下，哦，主要对这个配的，哦，这对一角角配掉就好了。啊，这边配你就要弄很多，哦，我主要调你这，一角，哦，有哦，安尼，哦，对，哎，对，哎，对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我按下调呀，然后这边用手把它压进去，
填缝一下，完美，靠腰的，哦，愈水，安尼个愈水。所以你这个黏子要注意，哦，伊即摆还佫软软嘛，但是后来那边，伊你要两家拢佮黏的哦，有点难呐。好，安尼就会动的，啊，这用手佮捏又佮落，佮捏落。好，安尼就好。足赞哦！哎，安尼会使，很漂亮，这个可以。造景奇才，老科的哦，我们连这样那个缝把它连起来，哦，才让它黏的，安尼，哦，主要让它配到这，啊，那这边又会变比较坚固，哦。会黏好势，嘿，对，哎，这样就对了。靠腰啊，是啊，这失败失败。哎，无要紧啊，小可咧摇呢，奇怪。哦，无要紧，甲摇咧，点咧好，安尼就好啊。伊这黏的倒，这无啥叮当啊，拄鱼仔去弄着。是觉得这个如果把它，我看油安尼较水吼，我铺安尼好啊，好，甲铺定型啊，赞成铺定型，煞铺，哦，铺定型的，水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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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地方真失败呢，哎，有黏住呢，好，我用我定型一下好。稍微手把它固定一下，伊这还袂定呢。好，安尼就好。哇，那个扒皮就铺在上面就很漂亮了。来，接下来这个超大颗花环，哦，我是感觉让伊伫这个后边遮，后边再藏下就好了，哎，就这样就好了。安尼就好了，这个不太会掉了。你看，这个地方是不是非它莫属，对不对？还这个有一个水流哦，伊这应该是袂流落，安尼就会动了。软体蛮窄，接下来就是这一颗河蚌啊，我夭寿了，这这用个这毒真恐怖的呢。所以用这人来上瘾，伊个河蚌，我想讲坑家是较水啦。我是觉得河蚌放这边啦，安尼坑家花很爱开嘛，伊要有一个水流嘛。我是觉得那一颗河蚌放这边，对不对？好，下一集那个什么车脊背啊，唔知什么背在坑里啊。来，我们要开始来放啊，这粒我看这粒可能无记哦，这粒是卖菜，这粒什么？车什么背的，这个会喷水哦，这颗会喷水哦。哦啊，这种的袂当，这个就不能去浸泡，这个就不能浸泡那个哦，你知道？这袂当浸泡一种，有注意哦，就直接下来了。万一上下温度拢是同，哎呀，这个背，甲放伫遮正中。因为我放正中够水，我是讲迄个白白伫罐顶，哎，我敢放遮水呢，还是放遮？哎，这软体开啊，我咧看无着放遮，哎，这叫软体拍着，毋知安怎？因为咱够考虑到比目鱼的部分，还是放中间？我是想讲原底要甲，我是原底要放伊个所在，但是我感觉这个白吼，可以当我里面的主角。所以主角的话，我们把它放这边看看，这边应该是不错的哦。因为这有一个进水排水方向，
我觉得贝类应该是放这边好了，要不然你放这边哦，感觉好像会太急了。无坑啊，那个冰冰的，冰冰会坑的，坑这的。我看坑这那个水啊，怎啊黏的？因为我主要是我搁要看这粒哩，啊，放这样，这唔知叫迄个拍到，我是觉得放这边应该可以。嗯，感觉还不错，因为你这就是要有鱼会当流通，啊，你若稍微放粗粗嘞，放粗粗回那蛤蟆安尼，甲放哦啊回腾空安尼啦。天空用一碗甲煮咧，安尼，安尼咧，这个杯放这样是比较不会压迫的，还可以当看，嗯，先看卖，放只较顺咧，放只好，无敢放只上压迫。放这边好了，好，就这样决定吧。好了，旁边啊，旁边看起来比较没有压力。哦，因为鱼也较无咧移，我中嘛是爱有一挂空间。这只是真落小的味道耶。好，我那就这样好了。好，软体定位完成，就爽！感谢那位同学赞助那么多软体，多谢你。辛苦两个小时来看一下成果，哦，下面的软体全部上来了，哦，非常之水啊！哦，够赞的啊！来，我们先，我看电话给关掉，先拿好开安尼。啊，现在目前哦，它就是。哦，时间是这样的哦，阴暗啊，所以软体现在都在休息的哦。然后我们大概也是记录一下哦，这个最主要这个什么车机背啊，什么烧的哦，那个坑里家爱当看来的那个洞，那个感受哦啊，这个这不知什么物件，讲这嘛不是海葵，嘛不是什么迄落啦哦啊，我就甲坑里家，这我忘记什么名字了哦啊，就把它连上去。啊，这一颗原本是这样把它搬过来哦，这个所在，这粒在家哦，奶嘴哦，非常的奶哦，但是这个奶嘴伊尾啊底下定居，伊尾啊唔知乌白渣，唔知哦，因为它喜欢落水流。然后这个不晓得是什么糖果脑哦，那我甲剪一过啊。啊，这粒这应该是要青应该要食根啦，食根我放遮，然后这个我把它粘在这边哦，啊，然后另外这个。这个小花环，伊这开开是一种绿色的，然后大花环哦，把它粘在这个决战光明顶的这个部分哦，所以明仔载呢，开开是应该跟它战的。啊，这边水流比较强哦，可以给强调。我不晓可能今天要来买一个造浪机，然后这个绿色稻穗哦，原本该用坑豆病，你知道，这嘛不晓坑正正还好，可以啊，这个。另外，这个香菇头放这边哦，还有小香菇，安尼，啊，明仔载就看这个，看会弄得较开无？哦，目前是大概这个样子的，软体全部负载过来了，哦，非常之赞，哦，够水的啦，哦，这有成就感的，哎呀，这叫做自信，你知道？于博士的自信，谢谢。